看一看做成的鱼是什么样子。嗯，挺好吃的。刚才不知怎么就把它关了一下，没关系，接着继续干，继续干。现在炒腊肉，炒腊肉，行啊，行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再一点时间不完，锻炼身体，不完锻炼身体。好玩，挺好玩的，对不对？